身为环保生活实践家、零厨余料理达人的江美云师姐，目前任职新店慈济医院，致力于推广素食，教导大家简单又方便、省钱的吃素。美云师姐这一次啊，要来教我们大家好多食材的零厨余方法，并且示范芹菜叶做成的素香饼，让我们来学习零厨余料理，一起爱地球吧。